Jay-Z， 因为他开演唱会呢，很亲民的是，他竟然是搭地铁去开演唱会，搭地铁不会造成大轰动吗？我们来瞧一下喽。镜头晃成这样，是在抢着拍谁啦？哎，就是要拍嘻哈天王杰斯啦。他前天突然现身纽约布鲁克林 ，Sammy 是地铁站啊。Jay， what are you doing here？ 他身旁有两个高大保镖护驾，被路人团团围住。Don't push, don't push. Easy, easy, easy. I'm gonna push. 杰斯搭上地铁后，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出站后，他身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。越来越多，还出动警察贝贝。哦，往前方一看，原来他是要开演唱会啦。杰斯作风未免也太平民了吧，搭地铁兼散步去开唱哎。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歌迷都要发疯了，老婆 Beyonce 竟然跑来当嘉宾。还在台上调情，听鬼了新闻，粉丝要闪瞎了，报道。